天了，可是感觉这个时差好像还没有倒过来，每天到了八九点钟就开始困了，夜里睡到一两点钟就开始就醒了，就特别清醒。但是经过一万多公里到了加拿大以后，看到这么多的黄皮肤黑眼睛，黄眼睛黑眼睛黑头发的同胞，真是感觉到非常亲切。所以一看到大家就感觉好像劲儿也来了，一点都不觉得疲劳了。下面我演唱这首歌，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歌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